哪位高人？高人不敢当，应该是故人呐。文大哥，公明老弟，你可真难找啊！我已经找了你半天了。坐，好，请。哎，你吃吗？ 文大哥，如果是想要我出山，我看你还是别开口了。公明老弟，你知道文仲上山来干什么了？<笑>我在这干粮也吃了，水也喝了，你却只是默默地坐在这儿，不发一语，这就足以证明文大哥你有事要找我。而且此次来找公明，是想要我出山帮忙，对吗？ 啊，公明老弟，你可真是太聪明了。所以我先说了，如果要我出山，免谈。哎，公明老弟，请留步。怎么了？公明老弟，文仲此次上山，不是要请你下山，而是要求你上山呐。 求我！文大哥生性孤傲，怎么会从你口中说出“求”这个字呢？哎，公明老弟，你应该知道，我辅佐商汤两代君王是个老臣了。眼下我看着商汤的基业，老夫真是不忍心呐。而且，我文仲也找不到其他的人前来帮助，所以。哎。 文大哥，你言重了。据我所知，四圣已经出山帮你了，而且你还请了金鳌岛的石天君，怎么会说找不到人呢？惭愧呀，他们都被老夫给害死了。此话怎讲？四圣，还有金鳌岛的秦天君、赵天君、董天君，他们都死在了姜子牙的手里。什么？ 他们都被姜子牙所杀。是啊，这姜子牙这么厉害。没错，这姜子牙不但武功高强，而且非常的狡诈。他可以算是阐教的奇人呐。<笑>你说他武功高强，我公明可以认可。 不过你说他是阐教中的奇人，我公明不敢苟同。啊，难道我们截教的人都是无能之辈吗？照这样说，我赵公明比不上那姜子牙吗？哎，公明老弟，不是你赵老弟比不上姜子牙，而是你不肯出山呐，所以这姜子牙才一人独大呀。<笑>好。 冲文大哥这句话，说吧，你要我下山干什么？好，老夫就希望你对付姜子牙一个人，其他的事情由老夫一个人来处理。只是公明老弟，你可否卖我文仲这张老脸呢？<笑>你也知道我的个性淡薄，一不要利，二不要财，三不要功名。此次我下山，完全是为了帮助文大哥你。好，这老夫清楚。 嗯，先让我在山上处理一些事情，三天之后我自会去找你。好，那文仲就在西岐60里处的军营恭候你的大驾。文大哥，公明老弟，你还有什么事吗？我就这么让你走，岂不是太便宜你了吗？再怎么样。 也得陪我下盘棋呀！好说好说，别说下一盘，咱们就来个3局2胜，你看怎么样？好。
来，请。启禀大王，老臣已经请了我同门师弟赵公明前来协助我朝攻打西岐。哦，那赵公明现在何处啊？启禀大王，我那师弟赵公明生性桀骜不驯，平常又如闲云野鹤，他说他忍受不了我朝的礼数，所以他要老臣回禀大王，他定会前去战场协助我朝灭了西岐。哦，大王，这文太师已经请了几次所谓的截教高手，可是为什么每次请来的高手都像是软脚虾一样啊？匪忠，你这话什么意思？魏大人的意思是说，文太师说的好像都是听起来很厉害，可是中看不中用啊。放肆，简直是一派胡言。你们可知赵公明法术高强，并不在我文仲之下。太师啊，你是不是这年龄已经大了，看谁都是法力高强，可是这些法力高强的人不是被杀了就是被擒了，要不然就是落荒而逃了，再这么下去还打什么仗啊？咱们赵哥看上去就是没有能人了。是啊，费大人刚才说的那些话那绝对是忠言逆耳啊。但是费大人，我得跟你说一句啊，你怎么能当着文太师的面说这样的话呢？在这个时候有些人会下不来台的。一派胡言，在这朝堂之上岂容你们这两个无名小辈来教训老夫啊。你们再敢胡言乱语，信不信老夫现在就让你们碎尸万段。太师息怒。别太师息怒。不过费仲游魂两个人说的也不是全错。太师啊，你想，就像擎天君等人布下了十绝阵，可最后不还是大王？老臣深知大王的疑虑啊。不过大王，老臣今日在朝堂之上绝不是为自己在开脱呀。我那几位师兄弟的确是法力高强，可是那西岐的姜子牙还有杨戬，他们并非是鼠能之辈呀。而且大王，你想，如果我那几位师兄弟是贪生怕死之辈，为何个个血染沙场呢？所以请大王放心，老臣这次联手赵公明，如果拿不下西岐，老臣也绝不残言苟活。太师，何必说如此重话呢？太师啊，孤王跟太师之间虽属君臣关系，可孤王对太师一向是十分敬重。大王，老臣也正是看在先王对老臣恩重如山，而大王你又对老臣宠爱有加的份上，老臣才不顾年岁这么高，亲自领兵挂帅啊。而且还要在这朝堂之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这两个奸佞小人对老臣的侮辱。不让我们说那可以啊，那倒是拿出点真本事来啊。是啊，文太师啊，大王是对你不舍，但你自己说的话呢那可得算数啊。放肆，你们两个不得多言。太师啊，我相信那赵公明确实是法力高强，希望这一次这赵公明可以协助太师将西岐消灭。大王放心，老臣这就前去联手赵公明灭了西岐。那一切就仰仗太师你了。大王，老臣告辞了。
然是白雪燕。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我亲耳听见的，还有假？不错，我看他对杨戬眉来眼去的，我的直觉告诉我，他肯定爱上杨戬了。什么？他爱上杨戬了？哦，怪不得他在茅屋的时候一直帮着那北国公主，而且他还亲自护送北国公主去的西岐。哼，原来他喜欢上杨戬了。可是什么？可是他是截教众人，就算他喜欢上杨戬，他也不会杀了董天君呢。这是你自己想的，没听说过女人心海底针，他为了喜欢的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就好像我对你一样。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可是他去帮助西岐的话，我们又多了一个敌人了。哎，是啊。哎，你们俩跟着他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回到茅草屋？是啊，他确实是去了那个茅草屋，但那个地方好像不是他的住处，他进去找了东西然后就出来了。找东西？我本来想跟的，可是二姐说我们好像被他发现了，所以先过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好做打算。找东西？我知道他找的是什么东西了。你知道他找什么？这你不用管，我一定有办法让他来帮助我们朝歌。哦，你这么有把握啊？当然，你们等着瞧吧。是谁在后面跟着我？再不出来，我可就不客气了。白姑娘，是我。哼，申公豹，是你。这两天你都在后面跟着我吗？啊，白姑娘别误会了，我没有跟踪你，只是我现在才来找你。那你的意思是专程来找我的了？没错，白姑娘，公豹确实是专程来找白姑娘。白姑娘，我想请你坦白地说，你是不是帮西岐破了封侯阵？为什么这么问呢？那我们就明人不说暗话了。如果白姑娘是为了杨戬来帮助西岐的话，公豹无话可说。既然你无话可说，那我就告诉你吧。嗯，没错，是我帮杨戬破了封侯阵。怎么，你要来找我报仇啊？白姑娘说的什么话呀？我怎么可能找你报仇呢？白姑娘，我知道你是截教人士，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白姑娘应该也是在金鳌岛修炼的吧？怎么，申公豹难不成对我有兴趣啊？把我的事情打探得那么清楚，那么仔细。白姑娘开玩笑吧，白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公豹此次来是出于诚意，而且我说的话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好，我相信你，请讲。白姑娘是在金鳌岛修炼的人士，也是截教中人。那白姑娘是否知道截教中的好多道友都死在姜子牙的手中呢？白姑娘这么帮助西岐，是不是等于背叛了师门呢？我没有背叛同门，而且姜子牙已经答应我，他绝对不会伤害董全的。哼，白姑娘，你错了。我错了？我哪儿错了？姜子牙答应过你不伤害董全，但是我告诉你，董天君现在确确实实已经死在他们的手中了。你说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此事千真万确，如果白姑娘不相信的话，可以马上和公豹前去营帐看一下。好你个姜子牙，答应我的事情居然出尔反尔。白姑娘，你这么帮助杨戬来对付我们朝歌，
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是残害你的同门呢？我没有残害同门。没错，你虽然没有亲手去残害同门，但是你却间接地害死他们，这一点白姑娘不能否认吧？就算是又怎么样？通天教主早就下过禁令，不允许门下的弟子参与人世间的战争。如果董泉真的因为这个而亡，那也是他自找的，跟我白雪燕没有任何关系。白姑娘，还有什么事吗？啊，倒没什么事，只是我知道白姑娘一直在找玄铁，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麻烦告诉公豹一声，公豹一定会帮忙的。今天言尽于此，告辞。董泉真的死了，再怎么说我也是金鳌岛的一份子，董泉一死，大家一定会怪罪于我。虽然教主已经说过不允许门下的弟子参与人世间的战争，可再怎么说也是我间接害死董泉的。好你个姜子牙，也太可恶太过分了，你居然敢骗我。好，我要尽快练好我的金光阵，到时候我一定会找你兴师问罪的。大王，是发愁啊？我知道了，大王是不是太闷了？如果太闷的话，臣马上多钓一些美女去酒池肉林。不用了，你们两个成天就知道玩乐，不知道姑在担忧国事吗？对，大王日理万机，忧国忧民，这我们当然知道了。是啊，大王可是贤明的君王啊。是，我跟费大人一直在替大王您想办法呢。你们想个屁！大王，我们没有想屁，我们想的那都是正事啊。是啊，起来吧，烦死了。国师上次回报说已经抓到姜子牙他们了，可直到现在没有半点消息。姑在担心。大王不必担心，有国师在，特别是有三位娘娘帮忙，一定会打胜仗。还有啊，大王，太师老当益壮啊，你说文太师太老了，恐怕会用兵不当啊。什么？不会吧。那大王要不要亲自去战场看看？是啊，大王，如果大王想去前线，那臣马上去多叫一些民夫过来给大王拉车。不是姑不想去战场，而是姑要先了解一下战况再说。费仲游魂，在。你们立刻去前线把战况给我打听清楚。诺。讲，启禀太师，外面有个叫赵公明的酒剑。你说什么？公明兄来了，快快有请。诺。太师，公明来了。啊，公明老弟，你可真是性情中人呐，居然如此诚守信诺，真让文仲敬佩啊。想必这位就是闻名遐迩的赵公明吧？正是在下。这位是？在下申公豹，是当朝的国师。申公豹，
你是阐教的人，而且跟姜子牙是同门师兄弟。哎呀，赵兄啊，赵兄常年在山中修炼，没想到天下大事都瞒不过赵兄的耳目啊。赵公明这次下山主要就是攻打你师兄姜子牙，如果我向他挑战，你会站在哪一边呢？这还用说，公豹肯定在赵兄这边，因为我现在是当朝的国师，而且我和姜子牙早就势不两立了。啊，对了，太师，董权的事查出来了吗？哦，这件事情由国师亲自去调查。对了，国师，查得怎么样了？啊，你可认识一位叫白雪燕的姑娘？雪燕，你怎么认识她？哦，公豹有一次受伤，是被白雪燕姑娘所救，所以我才和白雪燕姑娘相识的。原来如此。对了，少兄，封侯镇被破也和那个白姑娘有关，你知道吗？什么？和雪燕有关？雪燕，是你。好久不见。哪有好久不见啊，上个月在金鳌岛才碰过面的。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是我告诉赵兄的，是我告诉赵兄的。哎呀，白姑娘请见谅，是我告诉赵兄的。申公豹。公明，你怎么跟申公豹在一起？文太师请我下山帮忙攻打西岐。攻打西岐？公明，教主下过禁令，不允许同门弟子参与人世间战事，你怎么？是教主是下过命令，不准截教中人卷入战事，但是我想教主更不愿意知道有人杀害同门师兄弟吧。啊，白姑娘，这是我们文太师的命令，公豹作为朝歌的国师，只能如实禀报，还请白姑娘多多见谅。你如实禀报，我并没有怪罪于你。啊，公明，你这个话是冲着我来说的吧？我不是冲着你来说的，我是要问你为什么帮助西岐。这是我的私事，你无权过问。莫非你在西岐有喜欢的人？我喜欢上谁跟你也没有关系啊。当然有关，你知道我赵公明一心系于你身上，我对你的感情。公明，你不要再说了，我早就已经说过，我不会和同门师兄弟发生任何有关感情上的事。正是因为你跟我说过不想谈感情的事，所以我才强忍着对你的爱慕之心，对你无所要求。但是你现在却喜欢上西岐的人，那又怎么样？我只是说过我不会和同门师兄弟谈感情，但并没有说过我不会和别人谈呢。就算你和别人谈，你也不可以残害同门师兄弟啊。我没有残害同门师兄弟，我只是帮他们破了封侯阵而已，我没有杀害董权。董权就是因为你破了他的阵而死，你无话可说了吧？我，哎，赵兄啊，白姑娘，这别为了姜子牙伤你们的和气，何必呢？对吧？我这次下山，主要就是冲着姜子牙而来。好，我也说过，只要我练好了阵法，我一定要找姜子牙问个明白。玄铁都找齐了吗？找到了18块了，还差3块最大的玄铁。
如果你要找大的玄铁，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在哪儿可以找啊？北海海眼。北海海眼？没错，我早知道北海海眼里有三块千年的玄铁。白姑娘，我之前就跟你说了，如果你需要玄铁的话，我宫豹一定会帮忙的。只不过北海海眼波涛汹涌，就算我们有法力也难以取出玄铁。为什么？我就知道北海海眼里有三块玄铁，我觉得取出来很容易啊。难道还有什么凶险吗？就是，我们都是会法术的人，闭气入水对我们来说又不是什么难事。公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啊？这三块千年玄铁本来就是镇海眼之用，玄铁取出，海眼会产生极大的吸力，将人吸入里头，无法逃脱。那怎么办呢？我有办法。你有办法？啊，白姑娘别着急，如果想取出这个玄铁的话，宫豹是可以做到的。只不过宫豹想请白姑娘帮我做件事。申公豹，只要你帮我拿到玄铁，那我白雪燕就欠你一个大的人情，请说。啊，白姑娘，人情就不必了。我知道白姑娘只要取得那玄铁，就一定能摆出那阵法。宫豹想请白姑娘摆出那阵法，帮助我们朝歌对付那西岐。这，雪燕，你不是说你要找姜子牙兴师问罪吗？既然是这样，你为何不敢答应？谁说我不敢答应了？好，只要我拿到玄铁，练好了金光阵，我一定去找姜子牙兴师问罪。师父，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门口有个叫赵公明的，前来叫阵，他指明要师父您出去一战呢。赵公明，他人现在在哪儿？他现在就在外面，现在李将军、杨将军和哮天犬他们已经出去应战了，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糟了！你就是赵公明？你们是杨戬、李靖、哮天犬。李靖，你原是陈塘关的守将，你儿子哪吒闹海打死了龙王三太子，公明也有所耳闻，所以你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杨戬，我想问你，你可认识白雪燕？你是说白姑娘？我当然认识。果然是位英雄。你这个眼神看着我家主人什么意思啊？既然知道我和你主人在说话，你这个下等东西凭什么插嘴？你请问你和白姑娘是？我和白姑娘是同门师兄妹。原来是这样，赵兄，杨戬有礼了。哼，少在那边攀亲带故，看来你今天到此是冲着杨戬而来了。我不冲着谁，你们看来也不是我的对手，快叫姜子牙出来，免得我浪费精力。切，好大的口气啊！你看不起我这个下等的东西，我还看不起你这个目中无人、狂妄自大的东西呢。找死！找死的是你！小心！
将军。既然你们找死，就不要怪我手下不留情。丞相，丞相，不必客气。你们怎么受了那么重的伤啊？丞相，那赵公明不知持的是何方宝物，威力如此之大。是啊，丞相，我的阴间宝戟乃是无坚不摧，可是刚才我挥动宝戟打他珠子的时候，却打不碎他。不知道啊，那珠子竟然如此厉害。我主人起码还能抵抗10颗珠子，我刚才就挨了1颗，胸口到现在还疼呢。到底是什么威力竟然如此厉害？天书，我想知道赵公明所使用的宝物到底是什么。那是定海神珠，定海神珠的威力竟然如此厉害。丞相，这定海神珠可有破解之法？这难道连丞相都没有把握吗？我认识赵公明，之前我在师尊那里就听说过他的名字。这个赵公明，他为人生性淡薄，但一直自视甚高。我真的没想明白，为什么这一次他愿意去帮朝歌。哦，我明白了。萧天辰，你明白什么？他呀，就是在吃醋。吃醋？萧天辰，别胡说。主人啊，我哪里胡说了？你还记得吗？他一开始就问你是不是认识白姑娘。对啊，你一说认识白姑娘，他那两只眼睛啊就直勾勾地瞪着你，就像两把利剑又刺死你啊。听哮天犬这么一讲，我也跟他有同感。如果像你们所说的，那赵公明是真的喜欢白姑娘了？哎呀，我看呐，八九不离十。可是我根本就没说过喜欢白姑娘，她何来的妒火？杨老弟，你不喜欢白姑娘，她赵公明当然不知道。可是白姑娘喜欢你，那赵公明很有可能已经知道了。好了，我们不说白姑娘的事了。丞相，你可有好方法破那定海神珠？啊，有。按照天书上所说的，在北海的海眼有一块玄铁，那块玄铁就可以破这颗定海神珠了。北海海眼？就是北海吗？没错，北海果然波涛汹涌了。那请白姑娘往后退一步吧。没错，是我把他召唤出来的。你召唤的？那是申公豹，是你。你好，别来无恙啊。他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他是娇儿，是条人鱼啊。人鱼？娇儿，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白姑娘。你好，我叫白雪燕。
你是申公豹的朋友？是啊，啊，白姑娘是我的好朋友，你不是也是我的好朋友吗？那当然了。哎，公豹，好久没见，你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啊，娇儿，你知道北海中有海眼吗？我知道啊。那你知道那北海海眼里有三块玄铁吗？我曾经游到过海眼那儿，一般的鱼儿可是游不到那儿的。我听说那儿有一股巨大的漩涡，很多鱼一游到那附近就被漩涡吸进去，再也出不来了。不过因为我是人鱼，所以我可以从容地离开。我知道你能从容地离开，所以公豹这次想请你帮个忙，帮我从海眼里面把三块玄铁给取出来好吗？好吧，那我这就帮你去取。哎，等等，娇儿。娇儿，这是仙索，你可以缠在腰间，当你在海里取出那三块玄铁之后，海里就会产生很大的吸力，到时候我可以把你拉出海面。你放心吧，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在海里面我可是来去自如，你在这儿等我，我这就去给你拿。小心啊。我想问你，这娇儿进到海眼里面会不会有危险啊？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将仙索缠在他腰间，有什么危险我可以把他拉出来。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吧，我相信他一定会帮我们取出玄铁的。嗯。附近觉得漩涡吸力强大，所以没再敢靠近。这次游到附近果然承受到不同的吸力，我一定要小心。是拿到玄铁了吧？快拉！不好，我得下去看看。啊，那你小心啊。嗯。我是娇儿，你是谁啊？我是姜子牙。姜子牙，难道你就是元始天尊的门徒？哦，对了，你也是来取这千年玄铁吗？是啊，难道你也是来取玄铁的？不行，你不能跟我抢，因为我已经答应了别人要把玄铁交给他。不，这块千年玄铁我志在必得，娇儿姑娘能否将玄铁先借子牙一用，等我用完了再还给你？啊，这不行。娇儿，公豹，你来的正好，他叫姜子牙，他也是过来拿玄铁的。娇儿，这个姜子牙就是要害我命的，你千万不能答应他。什么？他要杀你？不是，娇儿，你千万别相信他。申公豹，你公豹，你放心，在海里你们两个人的功力都会大打折扣，你们下来都要靠闭气的，在海里头可是我的天下，所以你放心，我不会让他拿到玄铁的。好，既然要闭气，法力就施展不出，那么我对付他就绰绰有余。娇儿，快取玄铁。那你要小心啊。好，姜子牙。
双眼间，风吹杨柳花絮满天，红拂绿襟刻下了